其实可以给，好像可以给他们一些比较怪的颜色嘛。我突然觉得，我们试试看一些比较怪的颜色。好啊。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绿色蛮适合的。好好，所以观众进场可能会看到立伟这样子的一个灯光画面，然后观众进场，他可能在沙发上面就是有点无所事事这样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就是观众进场完成，然后音乐进，然后灯光画面改变。好，以琳你在吗？嗨，我在，请说。我们走，第一首最后倒数两分钟。Thank you.